我们看填充第二题啦，他现在说一个三角形 ABC， 这边是5，这边是5，那整个底边长呢是6。那目前呢，他要求这个 tangent B 这个角 ，B 这角的 tangent。好，那我这边先把这里做一条垂直线出来，然后把左边的红色三角形，它就变个直角三角形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这全是6嘛，所以这一半长度是不是就是3？所以我们把这个红三角形移下来，边长这里5，这里3，这角 B 标出来。那这是直角。那这边的话呢，三角形当中是5:3:4吧，所以我的 tangent B， tangent 0分是对嘛？ tangent B 的话是不是0分是对？是不是3/4就算出来？所以这一答案出来了，3/4。